看我在这边滑梯这里发现了什么？这边这个好像是一个，这个好像是个彩虹朋友的一个毛袋吧？哇哎，哇，这被别人打开了，掉哪里了？应该掉到那个下边了吧？哎，哇塞，这边还有一个毛袋，哎哎，哇，这个还是没有拆的。不过这个里边彩虹朋友那个东西掉到哪里了呢？不会掉这边吧？哎，哇塞，这边还有一个东西，这个好像是个盲盒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龙王装甲的机器人呢，好像是个剑龙。我们看一下，从这边那个滑梯从那边滑，哎哎，哇塞，这有一个奥特卡包呗，没有拆的，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这好像是可以发射的一个手表吧。我们从这边那个滑梯从这里，哎，哇塞，这个是个没有拆的，这个是一个推土机，好像还是可以变形的。这边这里还有一个汉堡，我们把它们滑下去，滑下去，然后我们去下面捡一下刚刚那个变形的剑龙。哇塞，哎，哇塞，这边还有一个暴龙战车的，这个好像是一个翼龙的机器人的。这边还有一个翼龙的碎石刀，不过它的头好像缩回去了，给它打开拉伸出来。哇塞，超帅的一个翼龙的机器人的。我们去看一下那边那个盲盒，这个盲盒在这里。哇，这个先放在这儿。哎，哇塞，这个是一个超帅的剑龙哎，剑龙的一个机器人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那个盲盒里边，哎，这里边好像果然有东西。但是等一下我们看一下，前面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桶里好像有一个皮卡车哎。哇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好像是一个，哇塞，这边还有一个哎，这个是一个超市的三角龙哎，变形的三角龙机器人。这边还有两个火炮，攻击力可能超强的，先给它放在这儿。然后我们去看一下那个下面，刚刚这边这个是，哎，哇塞，应该是这个吧，一个奥特曼的勋章盲盒，这个还是没有拆的，不过这个玩意坏掉了。然后前面这个，这边这个是一个，哎，它是一个盲袋啊，可以开出工程车的，但是这个也是没有拆的。等一下我们拆一下，我们先从这边放在这里。哎，哇，这个里边还有好多东西。这边这个是一个龙装甲的一个变形的皮卡车，哇，这个超帅。然后哎，还有个奥卡包没有拆，看一下这个里边能不能开出一张 USR 五、哦、SR 的一个迪迦耶，强力型的迪迦。这个桶里边还有两个武器，哇，这个是一个剑龙的一个碎石刀，还有这边这个是一个三角电锅剑，这个是什么？一个超小的迷你翼龙哎，